由嘉义县共好生活协会和 Rivery 团队合作，举办普阿卡舞蹈 battle 比赛，吸引900名的舞者来参加。馆长王章良和李伟彩瑜也到现场为舞者来加油。哇！掌声！第一名是我们的海星。啊，我想呢，我们的街舞这个是一个，我想这是一个精神啦，哈啊，这个叫做 B-boy 啦，哈。那可以说把从美国的这个嘻哈的文化啊到台湾哈，那变成这样一个街舞的精神啊，尤其在我们东高这里啊，今天欢迎来自哈全国60几队啊这个热爱好街舞的好朋友，那来参加我们今天我们的铺子杯第一届啊，我们第一届已经今天有60几队办得这么的好。那我们期待未来还有第二届、第三届啊，更多的爱好街舞的人一起来我们铺子啊，一起来哦，来享受哈、哦、这样一个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对抗赛。这届活动嘛，邀请到东湖歌剧和东石歌中来表演，把气氛是炒热到上观点。这几年来 ，Rivery 团队拢伫嘉义地区举办工业舞蹈体验营、舞蹈表演、排舞比赛等等，目的就是要伫这社区来推广街舞文化，让少年朋友有一项适当的休闲活动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